喜来人生路，喜歌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斗阵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。咱继续来看歌戏《落汤扫把》。张的故事发展到落汤啊，自厝内是跳堂啊走出来，参加了比武，打败了金怀玉，成为了北京的元帅。在北京的路顶，伊阁拄到了家己失散多年的小弟罗林。罗通啊，非常的欢喜。伊准备北京一结束，就带小弟回家，让母亲看卖伊该遮侪年的疏离之苦。那有一句话叫做“明日甲意外，你永远唔知影倒一个醒来”。过无偌久，罗林拄到德国的德勒公主，让伊用飞刀射死。这个意外，罗通无法能接受。好不容易才跟小弟团圆，马上又得面对生死离别。国寿家训加做火，罗通讲啊，一定要出德勒公主的性命，为家己的小弟报仇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在战场顶面一见面，德勒公主就爱上罗通。伊愿意退兵，但是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罗通娶家己。那罗通当然不愿意娶这个秀林为妻。所以来剧情的转型会发展落去。精彩的落汤扫把，咱继续来看。要比烧饼。
公主啊，我是你，我竟收起这张飞刀。要我收起飞刀？是啊，公主啊，你方才所讲的话，我拢有听见呢。听见就好，你就乖乖依我先开。慢些动手，慢些动手，公主啊，你不是讲要收兵霸占，骗官投降，别跟阮公主啊配哄乱。可是，那你唔啦？阴八妹。祝你误会，公主啊嘞！你敢犯罪，快好来啦！刀片啊，你再无人拿过，我再无人上后，我做够你嘞！可是有转路，我做够你可是转哪哎呀，我无你成功，不过赶紧将这张白刀给我收起来。这么，两姨也是受不了，害我受气愤。好，我煞去问，我煞去问，去去问，去。好好，第二啊，叫我看你。公主，我跟你求情，你就答应。本帅奉旨三百，替您杀掉九千了。弟呀，你这个混世哪肯答应？安尼先怕见麻烦还。杀敌之首也必报，混世今时免来打。忙！听着。你要听我讲，听哥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听哥哥啊，你该问了怎样啦？我该问，问怎样啦？问也问了啊，这问就讲问，啊唔就讲唔，这唔是真简单嘛？哎呀，公主啊，这个代志你也阁唔办哦，人讲啊。这个忠心大叔唔通生讲答应，你咯应该安尼想想诶。哦，要不让伊啊想一想伊哦。对哦。那好，听哥讲啊，你叫伊紧想，叫伊紧想。好，又搁要跳落水。哎，听哥讲。啊啊！听哥讲，来来。听哥讲啊。啊。你就去甲伊讲。好。婚书那是贵，就夹安婆，啊那是唔嘛？怎样吗？夹贵、啊啊。好，我煞去问，我煞去问。第二啊，你有听见无？公主真心爱你，你就赶紧改答应。叔叔，婚书很难答应。哎呀，第二你呀、啊，看你憨狗，这路班。上你个真好康，天性多心怕心甜，又趁一个心无又水又乖乖，故意的名利你相传，两国大桥又过船，已经把你捧到这高寒，你唔通放弃了受鬼捧啊！受苦受来万多烦。将这个背刀放，西归公告是上头空啊！我问君谁不疑问？玉翠划破难可分。我问了啊！问了啦，那伊可答应了？哎，伊答应啦！真真答应了！我老弟啊，老要讲白实话啊，将来唔要骗人的呢。伊既是答应，那伊为何
要走呢。阿姨，公主啊，这个代志你还阁唔捌？人伊啊是未见相。哦，原来啊，伊是伫未见相哦。啊，咋想你还阁未未见相？听佮讲呢。啊，喂。听佮讲啊。啊。那伊。天下难做第一人，一对你一见真情真好感，爱在心内不敢言，赶紧转去去东班，急必带你进东班。狗呀！哎呀，我无甲你骗，无甲你骗呐。害我赶紧回宫，免得我父王知情就是。好。铁哥公啊！铁哥公，明日你就派人过府来认亲哦。明仔载，好，一定，一定。铁哥公！铁哥公！喂！你要记哦。好，我会记你。要记哦。会记你。哎呀，你干嘛念老主意呀？听哥讲哎。喂。嘿嘿公主甲我平安安，这婚事未成，要托我稀罕，老天恩当了花救人啊！哎呀，三啊！Thank you.
找钱找钱，当是有人。背负亲情伊不听，两边花轿结顶坎，花灯闪闪拜天地，人挂轻松无奈。I'm赶紧入去洞房，扶鞋卡收收。国公啊，我，哎呀你呀、啊，啊看你憨狗啊，你又扮老阴，啊欺凌傻某，不入洞房啊，这张浑身把人无小感，犯错啊祖坟我老听最闻人啊。行行行，行啊！我入洞房啊，入洞房好啦，随时好。别我，行行行行行。Thank you.
来了，这心又累了。阿姐姐得不见，但见见。做咩找伊？
金煞无底面，一点钱都是银。我是葫芦汉，苦米肥，我吃葫芦汉粥。看来今夜是好失眠，咱也去困免操心。知音不对头啊！啊，安怎听了规半日，阁无听到风雷的声音？哎呀，万岁啊！你这也唔知，神魂所依，人世分，讲话要惊是人为情啊！为天地地，欢喜来。你为何比较地无名，家你怎样何必分原因？哎呀，不好了啊！我来夫妻去体面，赶紧入去做公亲。无要紧，这无要紧。厝啊，再讲啊。万岁啊！人家是安博安博，算头怕算袂好，要死爱来怕是神，这是福气最善气，咱要是等大去安宁啊！
天干气不顺，四处公主见笑诛心。哎，你诛心大嫂，你那念伊啊，有用的真在。哼，道等客的无德无量，四处欲行，老伊何用啊？是啊，伊虽然啊无德无量，只是严格教训，要靠足以为生财。这万岁啊！你平常时不是孝义正心，爱财秀才？再讲啊，祖坟北京啊，老人贤弟以送性命，那将老通台啊！我看我迄地府啊，一命也难存，岂可灭了罗门？万岁，你千万唔当做安尼，将伊台要怎样向死去的老贤弟交代？可是，这个学生若是无改境界，这件是难以成才呀。对啊。啊！这小姐无解教训啦，别个会唔吃咪啊？这好吧，听洪兄，那你就代告团子，下路通明示，另一匹马多好，前往北寮附近请罪。好，这个主意好，这个主意好。将伊下去殿下皇后，贬为庶民，永世不得娶亲。哈，永世不用你刷新呢。团子去吧。好，是。我看路通啊，你这些人欠欠去啊，欠欠去啊！
个广告。哦，再办几多可了来？先回我家听来来，来到师傅的撇好仔，听大哥来了，啊来啊来啊！啊，听大哥啊，到底为了什么代？闽南一家去采采，一门土气家己害，我讲。看到这爱管闲事的听高金，最后的转让来解决乐通的婚姻大事咧。明日要为观众朋友您播送的，就是乐通扫把精彩的大结局。观众朋友记得明日中午的十二点准时的来收听的龙卫视，关注到底来看戏。将来继续帮您混淆耍赖各种发展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日。